尤其是你像我的家就在这个钟鼓楼的这个边里坐着，啊，钟鼓楼边里坐着。那个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就听着，它钟鼓楼周边挂的那个铃铛嘛，风一刮一回，这个叮铃叮铃的那个声音啊，一直在脑海回忆。 这个井呢，我从那个时候，我们已经到现在吃了280年了啊，整整280年。